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深海大猎杀。一样呢，如果喜欢老头这个系列的话呢，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按下你的订阅以及你的喜欢，好，或者是去老头的 NoNo Life 按个追随，追随老头。老头有时候呢，不是有时候，老头呢会定期在 NoNo Life 做一些直播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吧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现在的这个螃蟹王。今天来玩我们的螃蟹王哦，然后呢，影片下面呢有观众留言说呢，这个螃蟹王呢，哦，可以跟这个深海里面的螃蟹王对打，打赢他之后呢，哦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啊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那是怎么来着的，打赢他我们就可以获得什么？获得螃蟹王权杖啊，是真的假的？可是呢，我们现在发现我们金币是零，我们没有钱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重开这些钱都要重新再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本来这款游戏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这样子我不知道花时间啊，算了，我们稍微开一只螃蟹哦，然后去稍微刷一下金币，刷个10个金币之后呢，好，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螃蟹王。好的，老头花了一点时间哈，用我们的海盗蟹呢赚了11块钱哦，那我们现在呢来用我们的螃蟹王，据说这只螃蟹王它会下蛋。好，下蛋之后会生出一堆你的螃蟹守卫在旁边帮你做攻击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在路过，不是在路过，你在路上呢遇到其他的绿色螃蟹呢，他们也会加入你。哦，是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我们来玩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我们终于有螃蟹大军了。哇，欸，后面有，按一，我看一下。欸，有有有，螃蟹全部都来了。可这样他会不会抢我们的经验值啊？我还蛮好奇的欸。欸，其实说真的，我靠我靠我靠，哇哇，太残忍啦，这个太残忍啦，哇塞，这样我们会变超强的，而且我按一怎么感觉没有生出什么螃蟹啊？还是说它这个是固定的？哎，咬着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的蛋啊，我们刚生下来的蛋，哇，我们可以自己把它生下来，然后把它变成食物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是说要过一点时间？是不是要过一点时间啊？我按下一，欸，生了两颗了。然后时间到之后，它就会孵化而成这样子吗？我们要生多少多少，是不是？欸，没有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些蛋会变成经验值，就是用经验值去换这些蛋啊。难怪我到现在还是等级一，所以说他们到底哪时候会变成？孵化出来，打他打他打他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啊，林北不是好惹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螃蟹多，你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来找我，算你倒霉。欸，要咬好多下。欸，食物让给老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咬一下80就90，我这个经验值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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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所以说这两颗还没孵化出来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不理他了。哦，据说呢，这个深海里头呢会有一只螃蟹王哦。那我们就不生蛋了。我们现在绿色螃蟹这么多，好，我们就赶快去练一下经验值，练好练嘛。只是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，观众他们所说的深海有一只螃蟹王到底在哪里？谁知道啊？谁知道在哪里啊？根本就不知道啊！这样子叫我要怎么去找他们呢？哦，我把他咬死了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！欸，分一点给你们的老大，你们老大才是本命啊！你这样子全部都把他克掉了，那我要吃什么东西啊？欸，你们老大需要壮大，欸，你不先壮大怎么行呢？我们老大不先壮大怎么行呢？这红色螃蟹，滚！来来来，兄弟们，我抓了一只红螃蟹了，交给你们了。实在是太残忍了！来来来来，前面那只鱼，不要让你变旗鱼，就是这个鱼啦，这个鱼经验值这么丰富，快点，兄弟们！哎，我的血就要100多，我靠，我超硬，看我超硬，我真的超硬的，可是我攻击好低哦，2.0而已，这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吗？哎，欸，快点快点，让我吸哦，好爽好爽！好，我在旁边右键就好了。
摇，快点抓他，我把他夹住了，快点，大伙们攻击，让你们展示螃蟹复仇的滋味，咬死他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，撸死他们，用你的钳子夹死他们，我咬好多下、哦，天啊，咬不烂哎、欸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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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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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食物食物，哦 my god， 好爽好爽！这只，你看那个红色螃蟹吓到屁股尿流了，啊，这绿色的好凶，吓跑了吓跑了，啊，绿色的，绿色的都是恐怖生物，你看分尸了分尸了，然后我吸得很爽，走，哦、我们这边其中一只还蛮大只的嘛，哎，现在是什么情形？都想要来咬我们，结果反被我们咬死，还、欸、自不量力哦。None， 螃蟹大军的力量，这就是螃蟹大军的力量，看到了没有？林北螃蟹大军的力量啊！哦，嘻嘻嘻嘻嘻，经验值，经验值，经验值！哇，快点快点，帮我帮我分，帮我分啊啊 ！Oh my god， 哇，死等了死等了，好爽啊！我的螃蟹还在这里。撸这个东西，我们的大老二在这边跟这边电鳗互敲，有意义吗？我们试试看，干超痛，干超痛，会死，我要死啦！螃蟹王，好不容易练到十等去了，烂游戏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 ，Oh my gosh！ 各位看见没有？前面那边打成一团，螃蟹王啊，居然在这个地方跟鲨鱼一起啊！看我们多生一点颗蛋，等一下准备跟他们干杠起来，杠起来了。五等级没关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们这边蛋孵化，来来来，吸一点，吸一点。哇，那个螃蟹王正在跟这个鲨鱼打架，我的天啊！我在旁边偷吃，等我的螃蟹长大哦，等我螃蟹长大哦，你就死定了。看这螃蟹王位于哪里啊？反正是位于这些藤蔓区啊。我其他的螃蟹没有追过来，所以说我只能用生的方式哦，暂时的这样子打哦。他们现在正在咬那个，然后去旁边偷吸。我可以偷咬吗？看偷咬这只螃蟹王，妈！好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有点痛。干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快点打他，咬死他！快点，你们孵化了，快咬他！不要咬我！我操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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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快点救我！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各位啊，米娜桑，我要死了！这螃蟹有好硬啊！干，怎么穷追不舍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不想死！快点咬死他！你咬错了，是咬螃蟹哦，不是咬。嗯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四滴，五滴，四滴，一哭哟，一哭，发！啊，我们找到螃蟹王了、欸！看，可是我一个心急冲过去，等下他们把他咬死，有没有可能？哎、欸，这是咬死的，那是我啦，靠腰嘞！对啊，就在这里啦，他又开始生了，妈的！你以为只有你会生吗？欸、我们这螃蟹还在打、欸，哎，这些螃蟹早就全死了，螃蟹王在那里，螃蟹王在那里，哇，他正在跟我们这个螃蟹王对打，那是我死掉的尸体，快点！咬他就对了，咬死他，打！我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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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干！快点，快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看我的尸体在那边，那是不知道几等的尸体。妈的，先咬烂你们！等到最后，哈，最后哈，就只剩你一个了，他会咬我们的蛋。哎、欸，还是死掉不会动，还在那边看。快点！螃蟹们，咬死他！这里，
我靠，死人鱼逆袭啊！我该不会又要输了吧？快点生点蛋，生点蛋！干老师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不要死哎、欸！他们都孵出来，快攻击，快咬他，咬他就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咬死他！对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！你看，我先跑，我先跑，我先试着逃脱他这个爪子。干，咬死他快点！哎，我逃走，我逃走，好险好险！快点去咬他，快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太棒了太棒了！我多生几颗，我多生几颗。哎，哇、哦，围死他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啦！快点呐、啊，没有车的。哎呀，这次都我的、啊，不要抢了，去咬他啦，咬对重点好不好？看你咬三角，走开哦！快点弄死他！抓着不放，这样子，别再生了，别再生了。God， 谁说你可以咬他的？哎、欸，怎么会是红色螃蟹啊？那不是我们家的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！我靠，那只螃蟹攻击力这么高，我死了 ！Oh my gosh， 我又死了！哎、欸，螃蟹王死了。啊，叫我们拿权杖，重点。啊，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看我刚刚死掉的地方，螃蟹王在那里，他们还在打，干咬死你！快来看螃蟹王，这螃蟹王对不对？把你吃了，我就有权杖了。哇、哦，找超久的，我天啊！快点快，大家一起咬啊！你看我已经，我为了打这只螃蟹王死了两次，快点咬掉它！来生蛋生蛋生蛋，快点看生蛋，一起一起，帮忙把它给破坏掉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夹他、啊、不敢吗？来来，我示范一次哦，就大力给他这样颠了就丢啊，就只剩我一个，走掉了。干，我要咬到民国八千年了、哦。不过也好啦，周围没有其他生物撸我了，我要在这里称王了，我要的螃蟹王咬死，我就赢了。哦，他们快要孵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就是快快快快，对对，就这里这里咬啦。来，我的小宝贝们，快点捡它就对了。他们为什么不捡啊？是因为这种事由我来解决掉吗？哦，王之间的战争由我来解决，是这意思吗？可是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啊，不对啊。啊！我杀掉了，大哥，权杖呢？权杖呢？权杖呢？这里为什么会发一个神秘的光芒？哦，原来不用吃掉它，捡权杖就好啦。哇塞！这权杖功能可以干嘛？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干嘛、欸。哇，超屌的、欸！臣服于我吧，原来直接捡就好了。这权杖功能可以干嘛？放魔法吗 ？Magic 吗？还是上 buff 之类的？哼，还蛮好笑的，就一个权杖这样子。权杖螃蟹，啊嘶！你们权杖螃蟹，屌！你们屌！权杖螃蟹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什么东西？你没在截图，你没闹？咬了他！哇哇！哎、欸，我会不会又这样被咬死啊？干，我快死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好歹也是……啊！不是吧？林北好歹也是拿权杖的大哥，哎、欸，干没了！林北权杖大哥就这样去了。What the fuck？ 干我不玩烂游戏，算了，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螃蟹玩应该也是没什么内容啦，大家就到这里为止了。啊，如果你们喜欢呢，记得按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或者去我的 No No Life 按个追随哈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考虑看要弄什么，好吧？今天这样子啦，拜拜。